jungle. Audio Jungle. 蔡英文，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报。蔡英文最近的日子不好过，确切的说，是他上任近两年日子都没好过过。最近则是体现在台网友对他的态度上，是抛却了外部的把管、年金改革等政策，针对的特定人群的抗议，所谓祸从口出，也不过是蔡英文这样。最近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被台湾网友批得体无完肤。WHA 年会资料照片，图片来源WHO官网。第71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预定于今年5月21日至26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网络报名时间于7日截止。台当局不出所料未收到邀请函。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蔡英文昨天接受电视专访时发表一贯的文青式的讲话，称虽无法预会，但他不觉得需要有那种挫败感，也不要有失败主义，我们要的就是持续不断努力。虽然一时不能进去，但国际社会很多人是感激我们的，也知道我们的重要性，这就是台湾存在的价值。蔡英文此言一出，即遭到台湾网友痛批自我安慰。阿 Q 想法，今年就是去不了，明年后年应该也去不了。文青读稿机再度发挥自卫精神，选一个败家的来搞垮台湾，讲的全是屁话。民进党当局上台前极力反核，并鼓吹2025非核家园，谁料此举让岛内面临严重的缺电问题，民众抱怨连连。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针对电力相关议题，蔡英文称处理核废料成本是天价，一旦核电厂如核一、核二发生问题，整个北部都瘫痪，对台湾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风险。话虽这么说，可蔡当局明明日前同意了核二运转申请，核二厂二号机停机逾600天，台电申请重新启动运转，经台当局原能会审查认为符合再启动运转的要求，日前核准恢复并联发电。图片取自台媒。因此蔡英文的言论遭到网友狠狠打脸，那为何还重启核二？有种现在立刻马上废掉核一、核二，有新车不开，嫌40年老车危险，不会改用更新的核四。另外赖清德都已经重启核二了，蔡英文现在讲这些是不是突然想害死北部人？谈到岛内的税改问题，蔡英文可是出了神论。据中时电子报报道，台湾税改方案日前通过，明年月薪3万新台币下通以下的受薪阶级都渴望免缴所得税。蔡英文接受台视专访时指出，税改降低中低收入者税负，虽然明年才能申报，但今年就可以花钱了，更鼓励民众把钱投入股市。蔡英文，图片来源台湾联合报。据联合报报道，蔡英文称，虽然很多人觉得薪资还是稍微低一点，等到整个经济改革的工程完成以后，这种高所得质量好的就业机会再一次大量出现的时候，整体的经济所得会一起增加。在这个达成目标之前，先让消费能力增加，理财效应更好。税改其实也是整体施政中间的一环，台当局的施政人民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台网友对此怒骂，今年花完明年没钱缴税，你是要替我缴吗？鬼岛悲哀，毫无储蓄概念，他哪来的自信不会搞垮台湾经济啊？赶话筒，到底在讲什么啊？台北股市现在10000多点，叫人家赶快进来买股票，是让外资比较好出货吗？万一520当天台股下杀破9000点，蔡你要赔吗？说你们绿色台独党是诈骗集团，真的不假？这党说的话听不得，我看可能又要搞老百姓了。近期惹意的还有关于岛内离岸风力发电机组的相关言论。据报道，蔡英文日前到苗栗竹南龙凤渔港视察去年四月完成的两座示范离岸风力发电机组，在致辞时宣称，第一和第二阶段的风场完成遴选，经过两年来的努力，台湾的离岸风电发展已进入新阶段，接下来还有筹设许可，当局会用最好的效率来处理，协助所有厂商，
在2025完成合计 5.5GW 的风能开发， 5.5GW 离岸风将会带来将近1兆元的投资额，并在2025年前创造20000个优质工作机会。蔡英文中午5日前往苗栗竹南访视离岸风力发电示范机组。图片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这些话被网友虚惨，2025到底是什么神秘数字，什么都2025 2025你还在吗？废话连篇，又是2025，你现在快下去，民进党还有点救，拜托饶过台湾人吧，你2020应该就不见了。还好我对干话免疫了，什么都2025才能实现，到时候你不都屁股拍拍走人了，无能是莫要一的你还独裁，拜托饶过台湾人吧。此外也有网友点出蔡英文为啥是说2025年，因为2025他已经卸任了，没达成目标就能把错推给下一任蔡英文。左图片来源台湾中时电子报。蔡英文频频遭批评，也不能怪网友无情，连民进党自家人都不放过他。前台南县长苏焕智3月宣布参选台北市长，并抛出震撼弹，将退出加入27年的民进党，以无党籍之姿参选。昨民进党选队会分别征询有意参选台北市长人选，苏焕智直接在 Facebook 大阵仗批蔡，他称自己已非民进党员，本次参选是因为蔡英文当选执政已近2年，2年执政情形已充分显现执政无能，民生不振，人民看不到希望，而且背离民主初衷。此种情形如果继续下去，将造成台湾人民对台湾民主丧失信心。蔡英文就职即将满2周年，据中时电子报报道，台湾中华民意研究协会4日公布最新民调，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蔡英文2年来施政表现的高达 65.4%， 仅 27.6% 受访民众满意，包括非常满意和还算满意。多数民众认为蔡当局是拼选举，43.1% 或拼政治的22.9%，只有14.2%认为其在拼经济。来源 http://www.taiwancitywaterday2018.05t2018.0508.1195.2954http